穿上广告看板与丝巾滴血造型服装，佛光人在纽约街边邀请路人一同加入捐血行列。佛光山纽约道场及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法拉盛二分会与纽约捐血中心合办爱心捐血运动，吸引许多民众挽袖捐血。最后法拉盛第二分会准备结缘品与乐捐者结缘，捐血的善举体现了佛光人行三好四给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纽约综合报道。